无想到阿豪阿哥骂你去啊！哈，所以说，即阵会使办好，会当互咱两个人熟识，甲你做一名的红粉知己，我嘛是真欢喜。对啦，我来到外面的所在，嘛已经真久咯，雨也已经渐渐停。要不我陪你先回站内去。小姐要回，方才新的之处，多谢你两位包容，也搁好打听。这哦，山雾刁民啦，你若是无紧下山，对来讲真危险。你若是要落到这山坡地，这山路吼有滚，你都要较细腻的吼。动作你实在太客气了，请你放心，我会保护着我家己，你嘛是同样啊。其实你处小姐要回，是我亲夫奉上。恭喜！我四川，我做蔡文斌，在小姐，你尊姓方便啊？我叫做王玉华。你有这个话？是啊。真是有影，甲伊看起来，人生足水，王伊个名实在真好听，一定是一个千金贵女。
是你下邀请的，我感觉当有这个荣幸，跟你做一下朋友，无定以后恁两个当交往看卖咧。做朋友啊？对。这人出红记哩，虽然伊生做袂歹，人看起嘛真故意，又唔过有安怎，拢用我金金看。虽然对印象无讲真歹，又唔过我的身份，虽便普陀路面。已经做外口是阿娘唔知影，伊若讲我做朋友的话，到时阵伊若要找我，我身份暴露，这件好代志，做了本大主家，阿娘若知更加会骂我。公主，你想足久的呢？唔是啦，我唔是讨厌你，用过男女有别啊，再做男女授受不亲，初逢见面，要做朋友，我怕见面啊，哦你其实我连一个朋友都做不成，啊！你才学落去，是你安怎发展的？我常常讲十八点尔，够这侪代志要发展。是，我意思是讲，因为阮家管教较严嘛，我是一个查某囡仔人，我哦跟查甫人做朋友，惊我爹娘哦会知影伊会骂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是不要紧啦，你会当下坡好不？下坡？对。我搁下坡哦，你要创啥？我你今日也嗲嗲，我嗲。你会当下坡哦，我嘛当下坡哦，你咱两个多下坡，今日迄个啊，拉不累的。你怎知影？我嗲嗲什么哩啊？嗲情诗啦，不是情诗哦，情书啦。实在讲诶，我真大汉，我未晓写迄个物件呢。啊，无你有手机啊无啦？我无啊。我看，无你留来，拢无哦。啊！我是要跟你联络啦，咱以后是要哪见面啦？拄只你对我嘛算只有小小的温情，若既然咱即件见面，我袂当答应你做朋友，要无我会当送你一件物件，回礼乎你。要送我物件？小姐，请问你要送我什么物件嘞？咱两个都在相逢，初次见面，既然若是讲有缘情啊。无定着后摆咱会过吼碰着嘛，无一定。一定会搁见面。这条是我新鲜的毛巾，要无我就把毛巾送乎你。你要送我这条毛巾哦？是啊。你稍等我，你十块。有啥物要我十块？我会甲你断金啊。我无这个礼啦，无这个礼哟。十块搁省起来，免提。我想讲吼，人讲送金会断金，因为我无想要甲你断金。是你的断金吗？袂啦，我来断金的。那无你也咧烦恼？唔是啦，我是讲哦，有一个雷公送金的断金啦。我着无这个雷啊。无这个雷哦，不要紧。这条我会好甲你收住，我会记住，我会记住吼。这人看见嘛是七股子的，哎，好难得起来呀。好卖票，好卖票，好卖票，继续咯。这人哪安尼啊？好这么大，要倒转去真麻烦嘞。好不容易好已经停啊，你若叫伊卖停啊？无啦，我你讲哦，小弟都五分钟就搁落一届啊。一个查某囡仔较危险淡薄，啊，你若想要靠人做
想要陪我，我无要紧啊，我会当互你陪啊。出招啊！我若早要五分钟，拄仔讲半个即马，就才甲我招。不可以，无问题。小姐，请问你，恁当时住伫倒位啊？我搭住咧船顶，吼、你咧掠鱼啊？不是啦，住咧船顶。算唔知影。上娘，伊要倒转去故乡。我吼是倒伊迄只船，所以我暂时倒咧船顶啊。哦，是安尼是哦，安尼我会记住啦。啊无，时间无早，来去坐船啦。文斌兄，回一个，伫梦里放衫。别客气，再去呀。